用科技传承非遗文脉，荣耀 Magic N 系列上线非遗纪录片。凤凰网科技讯，9月28日消息，荣耀于9月26日官方发布微博，表示荣耀 Magic 三系列联合中央美术学院、国际学院拍摄的用科技传承非遗文脉纪录片正式上线。该摄影作品记录了非遗作品的细节，并邀请老一辈艺术家杨先让参与叙述，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的细节之美。借助荣耀 Magic 三系列顶尖的影像系统，重现黄河十四走之路，并沿途采访记录那些流传于民间的非遗技艺，将它们全部记录下来。一方面能看到老一辈艺术人传承文化瑰宝，向他们表示敬意；另一方面能让后世重拾起逐渐被遗忘的技艺。